但主要是我吃过，我感受不好，你知道吗？你是生吃吗？不，它这个就是里面放了虫子的那种感觉。你们有一期不是吃虫子吗？但如果它是让我吃的话，我 OK 的，我蛮想尝试。哎呀！啊，不行不行，听到的都不行啊 ！No！ 因为我记得我看过土笋都怎么做的。他把虫碾出来，把它里面的汁液变成，它自己会凝成那个胶状的。OK， 相当于是原汤化原食，自己把自己裹起来。啊，今天这个话题有点乏味口。